迄家人内底家也吼，是甲鬼鬼，也是要克洛索，也毋知影。啊，但是我敢若亲像迄皮林斯共款，迄两支脚闪闪安食遍天下界个，只要保我平安顺遂，吼、哦，咱迄个脚奴，咱的子女时常安尼甲咱刷一个，迄个有个爆卡，那么甲银行贷款。啊，借五六十万，你著爱捉一个空互伊读，互伊读。啊，你一个月六万，你著爱做十个月来捉一空。啊，你若开车平安顺遂来讲还好。啊，如果准若讲去发生车祸，去共安看者，啊，著爱赔人，爱赔偌济。命中若无将死无，无将就啦。命中若注定，不免将就。哦、所以这是咱心外外、心外口，咱求不一定求唔到，这就是咱的实现信仰。啊，再来咱来看，辅助当中这个大意讲，辅助当中的仁慈仁爱，君臣当中的恭敬，哦，迄、那个啊，君主啊，心敬，哦，啊，甲君主。人客甲主人当中，迄个礼仪，啊，到要来成就圣贤，迄种智慧，啊，到咱今仔日天道应允，咱要来成就圣贤菩萨，即咱命中所具有，即是咱命中所是君主是命，咱命中所有诶，君主为命，迄君主一般咱修行人来讲，迄咱命中注定着有，迄咱诶本性，咱拢会大概了。比如头下讲讲，咱伫看人抬迄只把，咱心肝内会产生迄个慈悲心、怜悯的心。啊，又下感悟到，你二十五年前又下感悟到，咱因果师三个正四拜托，甲咱讲去参加善会班，讲迄善会活念念，吼、哦，啊，若叫出你的名出来，甲你提名出来，真无偌简单。啊，结果咱真正去。才把咱许个地名出来签卡，啊，咱时时感悟着咱的因果书，咱感悟这个是非即智慧分别的，有咱也要因随时书啊，时时咱就感悟着咱的因果书，这个智慧咱本性当中咱具有，头下讲咱这个慈悲心、仁爱心、慈悲心，咱本性当中所具备的，咱要流露出来就无。有无？啊，唔该，就阿先赞成。有啦，对无？仁义道德，即咱本性当中所具备的五常之德啊，三宝五常，咱个本性当中所具备的啊。你要哪爱？你若要爱，提出来就有啊。啊，头下迄个金钱，今仔我一个月赚六万，啊，十年来讲当赚720万，咁一定有未必的。我命中若无嘛，内面插一空，内面就补一空，内面就补一空，接袂了，敢若菜哪换水同款，无啦，无一定。所以这个业主人讲讲，求食得是食一次，食是不食，求有得意是，求有意义得意是求自在果的，这是咱的经典信仰。今仔仁义道德，即咱本性当中有着的。今仔要咱流露出来来讲，一点真简单。咱若要去度人，流露咱的爱心出来；咱若要去宣传人，要来传播来讲，迄是咱的智慧。咱真简单就流露当出来，所以这是咱的应验现象。哦，这就是咱命主啊，甲各主两个人。所讲的，咱人生当中，同时包含了咱本性当中，同时包含了这个自然性命、甲个人性命、应验性命。哦，但是各自伊讲，但敢有这个自然性命而已。哦，所以咱又过来讲，各自因缘故，命主因缘，各自是主张先自为先，而先发。然之所以文章并不适切，而各主也不能清晰地辨明问题所在，故各主之答也不适切。哦，
因为生即个性，那是意味着将生命的自然本性分之于出世，你不是生命的性。因为各自以一句话讲，咱人的枵、饱、寒、热，吼，啊，这个美歹、喜爱的心理真自然的这个本性，讲这个本性，这真会笼统，吼，啊，民主甲欢迎。所以讲，民主伊安怎移民，安怎过来甲欢迎，咱继续来探讨。民即卖民主，伊就安尼讲，安尼甲反评、甲反驳。伊讲，这一个职位别是不同形，是不同形态的问题。别职，别职位别可谓是别，因为别是讲别故之别，别说之别，别有之别，因可谓是别，因那是。政治上，但是生之为上，并不是意味着生就是生，而是就生命是本自然本质艺术性。因为天之性、阳之性、阴之性可以不同，因其定因其定性命之自然本质有所不同故，便作为各种之金币明显，金币明显以何处？各有问答，皆不相应于主题之面。这个答吼，啊，明不主伊就不加反驳，伊安怎反驳？伊讲，那所有的白色的物件，拢叫做白咯。啊，各种个人讲回答是，啊，白之为白。那既然你安尼讲来讲，白乌毛的毛白，称为白色咯。哦，啊，白刷之白。也是变，变叫变变，也拢称为变咯。其实这个变变色，那是一个同款一个变色而已。但是咱来了解，变物主毕竟是一个性灵，伊会提出这个问题出来，伊有伊的来源出来。咱甲看，变物之变，变色的羽毛，那是真自然的，那始终都变变。那是讲伊真自然的本性，但是呢，别说之变，别说变色吼。啊，如果阵若讲太阳光就照落去，啊，结果色落去油起，色油起了后，啊，这个白色走来去就无起嘛吼。啊，白玉之变，白玉伊本来这个玉啊，伫矿照内底一定爱经过这个。液晶筛，解切出毒化，解切出几个夹出来，解毒化后发光了，这个液晶再变出伊的可贵性。伫只明不准伊的意思，啊，今仔咱经过研究道理了，咱进一步来体会，咱体会就讲，别物之白，那是咱本来自然的本性，别说之白。迄个白色，迄是属于即时，迄是受环境影响，迄就是不同个。啊，白玉之白，迄就是讲，今仔日咱较未经过造就的时阵，咱今仔较未经过教育启蒙的时阵，咱是毋是讲爱经过民俗甲咱指点，爱经过迄个叶仔师甲咱切磋的话，再当展现出即个叶仔的价值。所以伊这个答伊安尼甲咱讲讲，虽然变咧是共相，但是迄物件是无同款的物件。今仔日来利用这个物件来讲，爱恢复着展现出咱本来迄个本性，找着咱迄个本性，迄个本性就亲像迄白骨的白，这白骨的白咧。会变啊！伫咱经典内底，哪敢若讲民办黄鸟自求？哦，敢若民办黄鸟自求，迄个黄鸟同款的意思。迄个黄鸟，就敢若讲黄色的鸟，黄色的鸟伫经典内底讲中央无其土上面。啊，伫这个来讲白色来讲，白色嘛有意思。人讲唯一唯一物，唯一三部分发变。啊，咱本身爱方便，方便当中再当展现出咱的迄个应变性命出来。如果若无方便来讲，未展现出个应变性命
体会袂到，咱过来用故事来甲讨论。大家爱听故事，啊，大细汉囡仔拢爱听故事，故事太当讲甲迄个意境。伫咱37年的时阵，咱即个圣前人啊，伫哈尔滨是一个大好爷，有三间即个离婚厂，啊，人伊时常布施，帮助人，真正好爷，啊，真正有信心。啊，当当伊面成神的时阵，大多传到哈尔滨去，啊，传到哈尔滨了，伊有迄个缘分。去参加仙佛班，看到仙佛批问问，伊讲大舍大得，哎，结果人伊足单纯嘞，仙佛安尼讲，伊就安尼做，伊甲三间离婚厂拢甲变袂掉，从遮个钱拢下伊个口中。那换作今仔日的数字来讲，现在几亿，吼、哦，人伊照这份信心，伊甲伊做见讲，仙佛讲爱大舍大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今仔日真正是实际。天公给一个机会，啊，结果人写出来了，伊的经理甲伊讲，先你写出来，啊来道中，我咱赶快爱提毛巾，爱护头壳，拄上基本的开始。这圣前人圣头边，人伊嘛赶快，哦，足诚心的接待道亲，啊，头壳啊真拍拼，爱真加，安尼去想办到，啊，真殷勤照顾道亲，所以呢。哈尔滨第一带领之下，哎，都不做方便。啊，到37年时，张老前人调伊登天津，啊，拄好38年，共产党接收了这个哈尔滨地区，啊，哈尔滨地区就接收了，哎，都千方200万的。啊，圣前人听到这个消息，啊，以前有圣老前人讲，啊，这林祖碧，我想要登去救迄、那个啊，咱遐都千。因为遐共产党讲去互走一尾大尾鱼啊，意思就是讲我圣前人抓无着，啊，今仔伊是迄个所在是我主持的，啊，我爱来去打。啊，咱张老前人讲，好啦，跳出飞坑啊，啊，你今仔要往飞坑来出跳，绝对无性命。伊讲我已经70岁啊。
结果范仲淹来，命令伊的这个总、这个监、这个总管，我大人就把拢先甲降低下来，卖去给人卖掉。啊，以后我若放下电脑以后，甲我种伫遐去。啊，结果呢，伊真正放下电脑过身了，种伫遐去。啊，种伫遐去，三五年过了，后壁山崩起来，啊，迄、那个大将呢，现出来浮起来，啊，变做讲万山摇摆。极歹的地，才变成极好的地。以后子孙代代出状元，以后足侪子孙拢真有名，拢考到真大官。咱甲看，迄种的心境，人讲福地福人居，对无？人有德行的人，本来迄歹的地，伊嘛发到变做好的地。所以应验性命，一旦来改变人的人生。所以啊，这是讲咱。地狱的白，迄孙孙言的白色，咱讲咱的照着咱的地位白讲白色来探讨着咱本来即个本性。但是生就生，变是意味着生就生。啊，伊下面搁再做着，比如讲欠之性、牛之性、人之性，可以有所不同，因为顶生命的自然本质有所不同呀。啊，咱甲看，做一个别物。地狱，哦，啊，甲地雪的冰，甲做一个冰了，刷落去，伊后壁搁一个，迄是物件，啊，刷落去后壁搁比一个动物，比如讲，以咱这个犬来讲，狗来讲，犬，咱甲看这个犬吼，狗来讲，伊是属于忠，狗真忠，伊忠伊的主人，哦，啊，犬来讲人。欠一点就欠，啊，这大事欠欠欠一点就欠。啊，今仔日呢，咱如果若想讲做了无好，啊，对着了事实原则来讲，咱要来做做买，人讲这世人欠伊，后世人做做买来还伊，这是不是讲伊原来带这个意思啊？哦，这是上中有迄个意，啊，这个牛呢？本性有人，听讲伊要安尼听到个分的时阵，伊拢在咧背咧，啊，紧下紧下下迄牛牛走，叫做牛拍，啊，一拍迄个好心走，有人性哦。敢讲欠之性、牛之性、甲人之性，拢共款，伊是无共款。伫咱的先天，人一句话讲，人性无性一出来。虽然咱迄个伫理天本性来讲，拢是共款的，但是落在后天来讲，就是无共款。狗有迄个伊是用伊人看错，用伊主人有来讲，伊一当理解。但是咱人来讲，如果准来讲，好好来修行，好好来好生活的，一当成就有菩萨。啊，开客甲有来讲，人因呐消因的业力尽的时，人因机会过来都淘汰换换做一个人，所以就是安尼个答案了。哦啊，这个民主甲各主安尼来点名来甲反驳，所以虽然讲因只个问答该无相应的主题之比，哦，但我无识讲，但是呢。人性命，伊今仔日笑着，十年的十年的国，伊当然是对这个十年十年来个欢迎。所以民主人民各自的主张，性质为性，民主与各自的对话，啊，虽不能全刻意文字，但是民主之论依然表明性质为性，无以复现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。固然在生之为性的立场，养之为性，劝之为性，以人之为性，也是互为不同。但是这个不同是属于时间层面的不同，以此并不能显出人性的庄严。所以，讲过讲这个时间层面是咱一般的生活吃困，这时间方面，这无法度显出咱人性。唯有讲，伫应验生命来讲，才有法度啊，显出咱的一个生命庄严出来。
这个秉主修啊，秉主论学修道，人性之变，自在将明人人本具道德心性，这也是人之意义勤修，则知其意的意义处，如是其意之意，那是不同层次的意义，也即是在应验价值上显明人性庄严理想，而且这庄严理想并非空泛理论，而且是本自生命真实性。一念自觉当下，清净可见。这个大号，就是甲咱讲啊，今仔日咱了解到咱人生当中具备了这个应验生命啊，伫明主啊，甲各主的辩论，以及辩论讲人情之变，咱人甲仁义禽兽的体系，咱人甲禽兽。差别在倒啊？差别就是伫这个道德里。今仔咱人迄个应验的前层面，今仔咱人一旦提升着咱人格的升华，伫咱修炼学道当中，咱一旦了解着，我来拍拼，咱今仔拍拼来讲，一定有成就，一定有成果。比如咱头下讲讲，咱圣老前人也牺牲奉献，啊，甲咱伊的后下，咱老前人。咱老前人也是，哎，跟传书就是这个圣老前人，大家拢知影嘛吼。而老前人一生就了圆觉大帝、圆德大帝，哦，圆德大帝。啊，今仔日咱台北地区一个李大主因爸爸嘛成就了圣义大仙。因爸爸是一个跟传书在世的时候，我真拍拼来做。啊，今仔日咱同款。咱好好来展现出这个良心是真正潜在的意义。咱本来良心实现了去，咱对这个人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继续来探讨了，咱这个人一旦了解到讲，老前人用心良苦，自头前一直开展到这个后边，这个心性论，直接做一个修持。那你当天会的说，我们本来具备的那个良知良能，无合理啊，无合理念，不如理智，这咱的良知良能。只要咱来当献出咱的良知良能，迄无去想外口理念来讲，把握咱这世人的机会。咱老师不再给咱开始讲，这是一个办过的机会，啊，好好啊把握以后。这种机会也无，咱真歹讲。啊，在这个当中，咱一世人一旦抓到这个时阵，当下我们要来承担，承担如弥勒迦叶，如来了哈，荷担弥勒迦叶，承担我们祖师爷的眷属，我们他的圣业，成就我们啊，我们师尊老大人的圣业，大家共同的来努力。今仔咱从咱的拍拼来讲，咱一定有成就。你老前人，伊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自头前安尼甲咱开展落来，无非就是你甲咱肯定讲，咱人生是一个足好的本钱所在。只要咱来甲本钱所在来甲做，了解到咱的重点来甲讲，时时来信以实习，时常来甲拍拼，不断，迄个时。是，就是讲不断，正如咱老这个天眼师尊，伊用这个精进心，甲咱开始不断，偌趣味呢？人伊用一个佛果，啊，用一个迄、那个啊，塑胶的东西啊，啊，叫咱下佛果，啊，用啊，清净点样处理代办？伊清净教育的时阵，阿妈呢，大家来试验这个。老师的教法的这个教化，通过提来，啊，把那个写红东西啊，作家的东西啊，安尼来写落去。老师一再给咱强调，咱的心爱调，咱的心性，咱爱坚信，咱通过皮无写断，无掉断去，修行学道无断去，咱的心爱耐力，
流露出来，这个时，这个时甲头啊，迄个乌毛有无？乌毛迄个袂同款，时时甲流露出来，展现出咱本性当中这至诚可贵的所在。好、哦，后前面用心良苦，就后前啊一直开展落来。啊，这当中，咱另外才真正体会到讲，为什么会神圣的摆伫上后壁？啊，无非就是讲。要激发出咱本性当中所具备的，啊流露出来，时时不间断来讲，一定有成就，吼、哦、啊！伫这个当，咱就啊，而且甲咱做一个结论，就是讲啊，伫咱会馆上主任讲，因为甲牵连着一个叫做啥物国吹响国，吹响国七到八十万，啊开始才要来发心要来办。啊，结果伊就甲崔相讲，伊讲生生身躯生，地未生，地生身躯就老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身躯阮看伊地位生个遮慢，啊，地位啊，阮如果伊个身躯早早生出来，吼、哦！啊，心地不相合，几多失灵咯？心地若相合，几灵生不到。今仔咱了解着，人前八只，迄是一个生命的体验、的感受，讲这个话出来，咱来体会着伊内底意境。留下，头下讲讲啊，已经五十岁了，啊，感觉讲这两年啊，目睭安尼愈看愈花，吼，啊，头毛啊，这个搭嘛搭一个圆啊，吼，啊，佫有几个。咱二十年前穿套，啊，把一个年二十年啊，啊，佫有几个二十年，无定无佫一个二十年，哦，咱当当咱即阵就开始要来发心办到咱的地位生出来的时阵，咱这个目睭，唔听咱的话啊，愈看愈远啊，啊，迄老花眼睛爱大起来，哦，身躯不听使唤。等到咱地位生出来，啊，咱想看来想，奇怪，这个肉体安尼不难用啊，真正万难。啊，但是呢，咱好好把握当下。虽然讲咱的这个肉体已经老了来讲，但是地位拿到这个啊，身躯拿当做伙来决策，好啊，包围来讲，把来讲，甚至若相逢，今仔日咱会当体会来讲，好啊，把。把握我们的每分每秒，今仔大家来遮做一工啊，真忝啊！吼，阵啊，抱着讲来遮参班，啊来遮见面所来讲，可能咱所获得的就不一样。啊，今仔咱阵啊讲，真难得一个单位一个教育班，伫讲解释迄个老前人的历史，这真难得的一个。咱爱好好来把握，啊，亲像咱黄忠安，伊迄种求学、迄种求知，我要来求成就圣贤，迄种心，共我共提来，那安尼咱一定获得。